果没有遇见你，我将会是在哪里？日子过得怎么样？人生是否要珍惜？也许认识某一人，过着平凡的日子，不知道会不会也有爱情甜如蜜。任时光匆匆流去，我只在乎你，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。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，失去生命家的，周敏，周敏啊，开门！妈，你有没有闻到什么味啊？啊？哎呦，好像什么东西糊了，着火了！真的，周敏，快开门呐、啊，周敏，周敏，你慢，你慢点。哎，亚哥，你小心，小心，小心啊！行吗？行。真是。多危险啊，晚来一步这房子都烧了。烧了好了，写了那个女人的心愿一了百了。你都不想想段宁？因为这个妈她也是挺丢人的。周敏，你怎么这么想啊？你看你是咱们全村最漂亮、见识最多、出身又最好的女人，下场还是最惨的。周敏，听我说啊，在我二十几岁的时候，会想到离家千里回不去了吗？在我嫁给老陈的时候，会想到有一天会死了儿子，白发人送黑发人吗？要是都能早想到，我还能活吗？没想到过，也遇到了，也都活过来了。你说我都能好好的活着，你有什么理由不好好活着呢？你这点事算什么呀？死人了吗？没有啊。就算死了人，那不也得好好活着吗？你说你千里迢迢啊，坐着飞机来到这儿，就为那个薄情的男人，你就不活了？你值得吗？周敏，要不然你去找那个女人谈谈吧，跟她面对面的。和她面对面，跟她谈判，她有什么资格？不要太抬举她了。那你那天不是当着他的面让老段回家了？我是去找我丈夫，我只跟我丈夫说话，我都没有拿正眼瞧过他。他不配，他不配我正视他。
呀，那段丽天她就是鬼迷心窍，还是得有人盯着周敏。怎么盯啊？反正不能让他落单啊。行，那我拉个表。嗯，也把我排上。哎，大人的事你别管。啊，还差一点把房子给烧了。小点声。多危险呢！啊，这要是烧起来，不光他那一间，整个那一溜都得跟着遭殃。还好，没那么严重。这个老段呢，我真想好好揍他一顿。你说好端端的一个家，多不容易啊，能把这个家毁在手上。毁不了的，我们也都一直在劝周敏啊，为了孩子嘛。我觉得老段也就是一时鬼迷心窍，他肯定会回来的。但愿吧。你怎么还没吃完呢？为什么要忍？啊？段伯伯都不回家了，为什么还要等他？吃你的饭啊！那他要是一直不回来，就一直等下去吗？不会的，他早晚有一天要回来呀。那回来以后呢？接着过日子啊，那还能怎样？他犯了那么大的错，还接着过日子啊？这不就是夫妻吗？都是为了家，为了孩子啊。那你问孩子啊，你问我，我不愿意。你懂什么呀？人家都不喜欢你了，还忍，太没骨气了。都像你想的那么简单啊？夫妻之间哪是说断就能断的呀？一起走过的路，一起经历的事情，还有孩子，这都是千丝万缕的。哎，你想想，养一条小狗你还有感情呢，对不对？小狗又不会让我伤心。对，我举这例子不对，我是想说，妈，你看，就像那首歌《负心的人》一样，一滴清泪，一颗破碎的心，也不能挽回远去的人。你看，心碎了也挽回不了什么的。你说你这些奇怪的想法是不是都是从歌里面听来的？会有这些歌，就代表有这些想法。关老师说过的，歌为心声。好，那你就好好唱你的歌，好好读你的书，好好吃饭。段妈妈，我陪您听音乐吧，听您喜欢的世界名曲好不好？嗯，啊，丫头，不放了，放了。挑一张嘛，挑一张您喜欢的。我喜欢的，他不回来了。他有他喜欢的了。段妈妈，我唱歌给您听吧。啊，丫头，不唱了，不唱了，谢谢你啊。我没事的，我进去休息一会儿。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！哎呀，还没开始吧？就等你了啊！
你看你怎么还叫妞妞来呀？妈，不是我叫她来的，是她自己非要来的。是是是，是我自己来的，因为她是我老师，弟子当夫妻老妈。好乖，一只叔叔，麻烦你先帮我们拍个照片，我们留念一下。我好的，你还带相机来了？当然了，来。哦，留个念，没事。来来，坐坐，我坐中间吧。这个沉，我来举，我有力气。来，小心点啊！好看这边，一二三，你腿行吗？没问题，在你都没问题，上来，上来啊！你别摔到我啊！哟，哎。你看，这就是台生的妈妈，好漂亮，好有气质的。这张照片好看吧？嗯，这可是我第一次去出家相馆洗照片。哇，还有，那天台生骑车载着我，我坐在他后面，哦，我快乐的想要大喊，还碰见他们美国学校的同学，说我是他的女朋友，我不管了，我就装作听不懂的样子。妞妞啊，你这样都不念书。你妈会不开心的。我爸现在都不回家了，我妈每天晚上都在哭。我不想过这样的生活，我只有看见台生我才快乐。可是你妈妈现在很需要你，你要多花点时间陪她。我妈说陪伴是最重要的。丫头，你不懂。我不是不陪我妈，我怕我妈一看见我就想起我爸，要我怎么办嘛？丫头，你要是有空，就帮我陪陪我妈好吗？你最好了。下雨了，我带伞了。好，耶！台生加油！加油！台生！你看，台生加油！台生加油！台生加油！找死！既然跟人打架，你告诉我，那些太保流氓，你为什么要招惹他们？爸，我真的没招惹他们，我都不认识他们。你不认识他们，是他们找上门打你的，是吗？好，打架我先不说。段宁在你身边，她是女孩子，万一她受伤了，你负得了责任吗？朱伯伯，台生要我走来着，是我自己要留下来的。哎呦，妞妞，你看看你，保护自己都来不及呢，还管他们几个臭男生啊？台生是我朋友啊，我不能不管他。周台生，你听到没有？你惭不惭愧啊？你们美国学校的，大不了禁足一周就没事了。人家是市女中的，好学校，好学生。认识你帮朋友啊，简直是他的不幸。周伯伯，你就别再骂台生了。
真是那些太保流氓先动的手，他们是争篮球场地什么的。哎，总之你们就别再生气了，这生气啊对身体也不太好。最主要的是台生没事就好了。哎呀，对对对，妞妞说的对，还是你最懂事。来来，快坐下，还是你妈妈教的好，改天啊我一定亲自上你们家跟她讨教。他为我打架。哎，你的朋友因为你被打了。你知道一个女生如果这一辈子没有一个男生为她争风吃醋打架的话，那不就白活了？我没有白活，因为我找到了我喜欢的人为我打架。你就不怕你喜欢的人被人打了？你知道我最感动的是什么吗？台生啊，他一边护着我一边被打，还说段宁你快走你快走。哎呦，我那个时候被感动死了。那你走了吗？我当然没走了，我得留下来跟他共患难呀。那上次我跟清风打架，我叫你走你怎么就走了？你怎么就不留下来跟我共患难呢？你真的希望我留下来被少年队抓啊？我是知道你不愿意我才听你话的。还有心思在这上面跟我斗嘴啊你。本来就是嘛。本来就是什么啊？你们家出了那么大的事，你妈精神恍惚，房子都差点给烧了，你知道吗？被烧了？有没有怎样呀？我妈怎么没告诉我？还好我们及时赶到了。妞妞啊，不如你去找你爸爸，如果你去求他，说不定他会回来的。你不能去，我妈要是知道了那不打死我。她那么骄傲的一个人，肯定不同意我去求我爸。妞妞，我跟你说，本来我也是觉得既然你爸都那样了那就算了，可是那天我去你家看到你家的全家福被你妈撕碎了，但是我再去的时候就看到他又被补好了。我觉得你妈好像还是想要挽回啊。要不这样你就试试看嘛，就算失败了至少你为你妈努力过了。爸爸，你就回家吧。妹妹，大人的身体别管，你好好念书好吧。啊，你不要妈妈，不要家，也不要我了吗？以后学校开家长会，爸爸你也不去了是吗？你别回去好吗？妈妈打我，你也不替我挡在前面了。你妈妈那是爱你啊。那你呢？你不爱我。你那么轻易把我的名字就让给别人，然后说走就走。你要让我成为没有爸爸的孩子是吗？怎么会呢？你永远是爸爸的女儿啊。不会的，回去吧好吧，听话。那我全家福怎么办？全家福，从小到大照的全家福，以后我考上北一女，考上台大，全家福就只有我和妈妈了。爸爸，除了一个姓，我跟你再也没有关联了，是吗？哎呀，我要我们的全家福是缓缓之等的，爸爸。
先回去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先回去。奶奶，怎么啦？开心了？我说过我自己不来的，他不回家，你开心了？不要跟着我，奶奶。段宁，段宁，段伯伯。段伯伯。九条，哎，着什么急碰啊？你问淑女要不要呀？周明，周明，也要吗？不要。周明呐，老话都说了，不聋不瞎不能当家，很多事情啊，忍忍过去了啊。对呀，是啊，该吃吃，该喝喝啊。忍一步，海阔天空啊。段宁今天怎么这么早就来了？对啊。哟，哎，呀，老段啊！那我们先走了。对，走了，我们先走啊。好了，现在人都回来了啊！是老段回来了，咱们的任务就完成了。咱们以后呀，就不用再陪打牌了呗。还没吃饭吧？我给你留了汤，我去盛了。不用了，我吃过了。日子过得不错嘛，还有人陪你打麻将。我不是回来拿衣服的。周明，我有话跟你说。过阵子，司令让我去部校受训。在这之前，我晚上都会回来的。有件事我现在告诉你。长官特别交代的任务。苏奎，怎么了？回来了。谁回来了？一天回来了。长官还说安排了任务，大家都在帮我。长官帮你什么？忘不了你。
丫头。寂寞的长巷，而今弦月清帐，冷漠的秋千，而今迎风轻。丫头，丫头，哎，你去哪儿？你腿好了啊？没全好，再追下去又废了。那我不跑，你也别追了。好啊，我走那边，你走这边，我们各走各的。为什么？反正你别跟着我。你也太现实了吧，征求我意见的时候就可以，现在看见我就跑，为什么？我谢过你了。然后呢？就这样。你翻脸翻得也太快了，你连歌迷都可以互动的。我没有歌迷，我唱歌了。瞎说，我刚刚还听见你在唱歌。听错了。睁眼说瞎话，难道刚刚我听的是鬼在唱歌吗？你就当是鬼唱的吧。我刚刚听见的就是你在唱歌，你忘不了，你忘不了唱歌。你怎么就赖着我？我说我不唱了，你爱上你自己唱去。我爱听你唱歌，就像每个听过你唱歌的人一样。我们都忘不了，你也忘不了。就算你不唱，难道你心里就没有音乐了吗？脑海里就没有旋律了吗？丫头，就算你哑了，你还是会继续唱歌的。你又咒我。咒就咒呗，怕什么？反正你不是不想唱了吗？咒太深。丫头，你是爱唱又能唱的，我只想告诉你，永远都不要放弃。你爸不让你唱，但你的心里要有歌。就算不唱出声，那你就在心里唱。走路的时候可以唱，洗澡的时候可以唱，梦里也可以唱，任何时候都可以唱，千万别不唱。我们很熟吗？我们就见过四次面，是五次。国之病那次不算。我在那之前就见过你，就在刚刚那个唱片行。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，你脸趴在玻璃上，扁扁的鼻子，圆圆的眼睛，还挺滑稽的。我们不是因为妞妞？当然不是，我认识他之前我就见过你。你们两个，我先看见的是你。你爸不让你唱，但你的心里要有歌。就算不唱出声，那你就在心里唱。走路的时候可以唱，洗澡的时候可以唱，梦里也可以唱，任何时候都可以唱，千万别不唱。贴在这二十分钟啊、哦！只要搁过去啊，只要一进去，手拿着那个勺子就当麦克风。哎呀，真是洗心革面了，洗心革面了！哎，你给我出来一下。哎，不是，什么事儿啊？你刚才在楼上。你让我出来，我听着头皮都发麻。我怎么了又？我问你，在这个世上，你最想什么？那还用问吗？想我娘啊，想老家呀。那你最爱的呢？当然是你了，还有五个熊孩子，啊，还有评剧。好，那从明天开始，我不许你想家想老娘，我也不许你爱我们。更不许你听戏唱戏，怎么样？凭什么呀？那你凭什么不许你女儿唱歌啊？我没有不让她唱歌啊。还没有啊？
你都拿离家出走来威胁他了。我那是为他好。你算了吧，他好，你要真为他好，就应该让他高兴才对。你看看他现在每天高兴吗？慈母多败儿。没关系，为了我女儿，我什么骂名都能担。我告诉你，家里就这么一个女儿，你不心疼，我心疼。哎，回来啦！今天比较晚啊。是啊，跟庄多聊了一会儿，关于报美国大学的事情。好，得为台生准备一下喽。好。他去了？还没回来呢。你看你怎么管孩子的？不信，送他回美国，不是要放假了吗？趁这个寒假，让他参加 camp。我要看他的情况，才决定让不让他回来。哎呦，当初也是我们希望他回来的，说熏陶熏陶中文，不要忘了本嘛。可我没说让他打架闹事，深夜不归。哎呦，老公，都已经说了不关他的事的，你现在就让他回去，怕他不愿意。由不得他愿不愿意。好了。先别跟他说。歇业。备案呢？有没有备案？我都去问过了，就是那天吧，好一点的餐厅不知道为什么都订出去了。什么叫备案？就是先定下来再说。甲店没了有乙店，现在倒好，你啥都没有。哎，周敏啊，你不是挺能的吗？啊？那天你。别生气，我能办好的。没有金刚钻，你就别揽瓷器活。这是长官给你的任务啊，你搞砸了无所谓，你还牵连我，知道吗？这事要是换了宝珠，你信不信，他都能办得风风光光、体体面面的。他年轻，脑子灵活，有手段，还能分轻重。你呢？明天你。别生气，我也能给你办得风风光光、体面面的。哇，连个场地都订不到。一天我能。快，幸亏不好了，我没想到歇业了，真的没有了。然后金宝珠他阅兵楼，那司令的岳母还说他年轻。什么歇业了啊？什么办酒席啊？来坐下坐下。怎么金宝珠要结婚呢？不是，司令岳母干什么？跟他证婚？哎呀，素贵，你说，你先坐下。司令岳母不是要办寿宴吗？他订不到酒席，订不到酒楼。是，那跟金宝珠什么关系啊？李天说，金宝珠他年轻，脑子灵活，什么事都比我办得好。他剪个头都剪到床上去了。办酒席，这不天大的笑话吗？找什么场地啊？就在我们这儿办，我给你操办。哎，老邓，你真爷们儿你。他爸，就是说要豪华气派一点，这儿有点寒碜。不是，吃什么重要吗？啊，最重要的不就是个心意吗？重要的是宾主尽欢。哎呀，我是觉得咱们这个庙太小，迎不来大佛。佛在哪儿，哪儿就最大。素贵啊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你这还没开打呢，就把自己的威风给灭了，你这以后怎么带兵啊？哎呀，我是担心。素贵啊，
就这么定了。南叔，你说的对，重要的是心意，重要的是宾主尽欢。那金宝珠再年轻，再能干，脑子再灵活，可是他没有像你们这样的朋友，没有像你们这样齐心协力的尽力的朋友。就凭这一点，那金宝珠这一辈子都比不上我周明。这就对了嘛，啊！咱们那天呢，这样，在这个地方摆个主桌，这多余的桌子呢，往这挪。这个地方呢，把它垫高。垫高干什么？不就要欢快热闹吗？然后周敏，把你们家钢琴拉来，把它摆在这儿。这主意好，让段宁现场演奏。不是演奏，是伴奏，让鸭子唱歌。唱歌？还有比这更好的吗？啊！我听说老太太是上海人，那天呢让丫头给她唱几首上海歌，老太太听得高兴，吃得高兴，没准一高兴啊上台跟丫头一块儿唱的。我没听错吧？让丫头唱歌。这样，苏贵啊，把这用红布给她蒙上啊，在这摆个大寿子，啊，所有的桌子都摆着红布，把寿桃啊花都给她摆上，到时候段宁弹琴，丫头唱歌，我们跟着鼓掌。好不好？好，是真的吗？他真的那么说？嗯。丫头，丫头，你知道了吧？你爸说让你唱歌呢。嗯。哎，要不我给你做一小礼服？好啊。没那么隆重。哎呀，怎么说，这也算是登台呀。要不我做个小洋装？小洋装好啊，不穿小礼服就穿小洋装。哎呀，穿什么都行，让我唱歌就好了。哎，别在里面聊了，外面客人多，不来帮帮忙啊？来来来。啊。哎，你们的，谢谢爸。哎呦呦呦，真啰嗦，干什么呀？谢谢。你啊，丫头，赶紧去找你段妈妈商量唱什么歌啊？还得跟段宁练一练琴呢啊，别到时候跟你段妈妈塌台啊。好，慢点啊。嗯。丫头，奶奶，哎，来，丫头啊，怎么吗？哎，看把你高兴的，你爸让你唱歌，你高兴了吧？听见了吗？他爸让他唱歌了。这个我不会。你看我第一首唱这个怎么样？中华精神，看春风吻过来，春风吻过来，心花儿开。怎么样？真好听。哎，妞妞呢？我来找她练习啊。她在里面，谭生在给她补习呢。哦，那我改天再来啊。哎，丫头，丫头，刚刚唱的那首歌也太土了吧？你要不要考虑换一首英文的？嗯，没有啊，但是英文歌也好。哎，老太太是圣约翰大学的，英文可好了。嗯，没关系，你们补习吧，我改天再来。我们补的差不多了，再说了，练习英文歌曲也是补习英文，对吧？对对对，寓教于乐嘛，来了就坐会儿。进来。我不会，你们补习吧。我教，我一个字一个字教你，教到你会唱为止。哎，你等一下啊，进来坐。等一下，进来，不用换，进来。来啊，今天差不多了，来，你们补习吧，别让我学英文了。哎呀，来都来了，你进去坐会儿嘛，喝口茶。哎，怎么还不进来啊？进来啊。他不喜欢学英文就别勉强他了吧。不勉强，学英文他勉强，但是唱英文歌他一定不勉强，对吧？让男生教你啊。来，Can you feel the sunshine is drumming? 不行，这太长了，我背不了。丫头，你先不要抗拒好吗？歌词有的时候是不需要背的。虽然说语言不通，但是歌曲和音乐想要向你表达的内容，你是可以感受得到的。我先跟你说一说我这首歌的歌词大意啊。他说的是温暖的风，温暖的阳光，人生的美丽。世界都充满了爱。早已风起，
你一个人留在那里，命运之船流失的谁在乎你，誓言其实你说过，他们知道是个疮疤，不知道会有谁迎合，却让我听懂寂寞，不去不来。你在你不在的年代，永恒太短，唱不过你一首歌，人间柔软了颠簸，他们知道是个唱吧，不知道有多少银河，却让谁听懂快乐，沉默也是种抚摸。谁唱起了爱情的关于几夜，长续的无悔无怨，谁唱起了爱情的关于几夜，是过了却不亲切，谁唱起了时代的关于几夜，离合的曲曲折折，花开的花落的打个照面，欲束还休的容颜。我唱歌的时候尽情地唱，你接纳多少我不知道，你与多少情感硬核我不知道。早已风起，你一个人留在那里，命运之船蹉跎的谁偿还你，心愿其实你说过，他们知道是个唱吧，不知道有多少银河，却让谁听懂寂寞，沉默也是种抚摸。谁唱起了爱情的关于几夜，相许的无悔无怨，谁唱起了爱情的关于几夜，是过了却不亲切，谁唱起了时代的关于几夜，离合的曲曲折折，花开的花落的打个照面，欲说还休的容颜。谁唱起了爱情的关于几夜，相许的无悔无怨，谁唱起了爱情的关于几夜，是过了却不亲切。谁唱过了情的外语结业，始终远近中华的始终恋，传奇的传说的耳语流言，欲说还休